Hello, 李正经啊，我买的重回汉唐的一件飞机袖短衫，款名是千草。我现在是装模作样的在铺它，其实已经打开并简单烫过了。我购买的选项叫浅绿色直领对襟衫，该怎么让你们看出它是个浅灰绿呢？这一件版型还挺好的，我退回去的另一件就比较惨。好了，回来，两侧开叉是这样子。好像这样挂着颜色比较接近，能看出绿吗？又像绿又像蓝的那个色调，有合格证。面料手感偏爽滑的，比较薄透，不是特别垂，也不支棱，印的灵芝草，领边等于有三层，不会软塌，走线比较工整，下摆卷边缝，后中缝锁边。大山印花会让我想到婆婆纳的颜色。面料不容易皱，我找了一件蓝色渐变的三剪裙，也印有兰花、海棠、水仙一类的花卉，感觉可以搭。上身颜色更像浅灰蓝了，可能是为了显得有设计感，所以领边有一侧是没有印花的，挺好看的，也挺透。但反正都是要穿内搭的，就没关系。裙子也很日常，整体感觉蛮清爽的。喜欢飞机袖短衫的姐妹可以蹲一蹲618活动，一件六折再凑满减的话只要小几十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喜欢记得三连啊，拜拜。